走路去机场的路上，空旷的三亚，啊，去机场，骑脚踏车去的，好惨呐，一个人都没有啊。千辛万苦终于到达机场，准备顺利大逃亡了。安全抵达机场，深圳见。这就是三亚的静态管理，每天上午都来聚一聚。静态管理，三亚静态管理。